好，我们来翻开那个《使徒行传》，好吗？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三章，记性好的人知道我们要读哪一段了、啊。走着跳着赞美神，我们要从这个第一节开始。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、约翰上圣殿去，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抬来，放在殿的一个门口。那门名叫美门，要求进殿的人周济。他看见彼得、约翰将要进殿，就求他们周济。彼得、约翰定睛看他，彼得说：“你看我们。”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指望得着什么。彼得说：“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”于是拉着他的手，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，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，同他们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阿们。我们就先读到这里。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神迹。请问，谁使这个瘸腿行走？谁？耶稣。接下来，彼得有专门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为什么看着我们？”好像我们的什么虔诚，对吧？好像我们那个部分是在就是十一节以下那个部分，十二节，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：“以色列人啊，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？为什么定睛看我们，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就是我们列祖的神，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。”所以彼得在这里明显行了一个神迹，但是他说是神行的神迹。所以这个瘸腿他能够行走，彼得有什么能力能够使他行走吗？彼得没有什么能力能够是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行走，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才叫神迹，因为是神的一个记号，神所做的事情。如果是人所做的，那就是人迹，而不是神迹。这个是神迹，这个是神超自然的成就的大事。那我要从这个经文成为我们的一个那个跳板，我们就从这里要看很多的经文。在圣经里面，所有的伟人，所有的神迹，所有的奇妙的事情，都是因着神的能力，都是因着神的大能大力。如果圣经里面有伟人的话，他的伟大都是完全由于神的能力。如果有神迹，如果有奇事，那些神迹那些奇事都是百分百是出于神的手，是神所成就的，是神所做的。耶利哥记得吗？约书亚率领以色列到应许之地，第一个大城就是耶利哥。那他们是到那里，这是城池很高大，他们怎么样才能够进到那里呢？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但是后来我们知道，城墙都倒塌了，谁是那个城墙倒塌呢？这是神啊！这是耶和华，这个是没有他们没有去，我们现在我们就去推推啊推啊推啊，或者说他们拿什么什么锤子什么敲打敲打，这个都不是。这个城的这个墙，
是神超自然的拆毁了。这个神迹是出于神。我们记得那个旧约的基甸，基甸是他自己说我是最软弱的，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但是后来他成为以色列的这个设施，他带领以色列胜过他们的仇敌，而且我们知道最后他跟几百个人，而且他们没有武器，他们都没有刀剑，他们就击败了一个成千上万的那个敌军。那是什么能力能够使他们那个击破这个仇敌，能够击败这个仇敌呢？是神的能力，神超自然的成就了他的事情。我们记得旧约了，有这个保罗，有这个以利亚，他盖了那个他挑战了那个巴利的假先知们，他们对吧？好几百个人，他一个人。他说：“谁献祭又活下来，他就是代表真神，那就是真神。”那个火下来，那个火怎么下来？以利亚有什么能力叫这个火从天上下来吗？他没有。这个是神做的，是个神迹。神迹，所有人都看到了，知道这个不可能，这个不是以利亚所做的，这个是神的奇妙的作为。在旧约，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，他们第一个大挑战是什么呢？那个这个法老的军队来追杀他们，然后呢，他们就面对那个红海，没有地方去，困在那里。后来我们知道他们在干地上，他们经过红海，谁是红海的这个水分为两半呢？这个明显是神的作为，明显是一个神迹。就因为他们在旷野，他们没有东西吃，后来每天都有玛纳吃，这个玛纳是谁给的？从哪里来的？是神给的，是一个神迹，是神超自然的供应的。这个玛纳，在这个新约，我们可以再看几个例子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五节，保罗在谈到他自己跟亚波罗，他说亚波罗算什么，保罗算什么，无非是只是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。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呢谈到说，我是去到你们那里传福音给你们，后来亚波罗也去教导你们，但是我去结果是你们重生得救，那不是我的作为，那是神的作为。然后呢，亚波罗去那里教导你们，然后你们有更多的成就什么，那不是亚波罗才自己成就，那个是神的作为。OK， 我们回到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三章。
如果我们 在场那天在场，但是有一点距离，我们看到有这个穷人，这个残疾人，瘫痪的人 在路边，然后我们看一个人过去，然后他的主要他的他跟他说了什么话，可能我们没有听见说了什么话，然后就扶他的手，扶他起来，然后他立刻能够行走。我们从外面我们会看到什么？彼得，他彼得叫那个人，彼得就治了那个人，叫他彼得是个神人呢、啊。彼得叫这个人能够行走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。你会这么看的？你记得有几次保罗也是叫这个那个瘫子啊，那个瘫痪的人行走，大家都把他崇拜为一个神。他们看到这个就是保罗做的，他们分不清楚那个就是人的在哪里的一个人为就是结束，然后神为开始，分不清楚。啊，就是人为和神为，他们看全部都是人为，对吧？好像都是彼得做的，就是保罗做的啊。他是个神人，他这些神明啊，他们下来了，神仙下来到人间了，他们这么说。彼得这里，他。彼得这里他跟他首先那个人根本没有把他们当回事，不知道他们是谁，不知道他们是干嘛，就是看到他们要进到店里面。然后彼得说，在第六节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 OK， 首先彼得对他说话，你看我们。Okay? 后来他告诉他们，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，但是我没有你要的那些金钱，但是我有的我要给你。然后他宣告，开口宣告说，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注意到底这个是 人为还是神为，还没什么事情发生，彼得叫他注意到他们，他注意了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彼得告诉他，我金银都没有，但是我所有的我给你，还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彼得告诉他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，他还没有起来行走。他还在地上，彼得已经注意到他，彼得已经叫那个人注意我们，他做了。彼得后来跟他说了一些话了，然后来彼得宣告了，还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于是注意第七节，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扶他起来，他拉着他，这个彼得是疯了，这个是怎么回事？这个他说你注意我们，我没有，我有的我给你，奉拿撒勒人耶稣起来行，人还没有起来行走，还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彼得伸出他的时候扶他起来，然后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，人为到了他的界限了，他的这个界限了，神为开始。但是我要我们注意到的是什么呢？如果从一个距离你看到这个事情，你就看到彼得医治了这个人，你没有看到原来是个神迹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这个所谓的神迹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人迹啊。
我的意思是，彼得都连抓他起来、扶他起来，他都做。如果说是一个神迹，神要做，为什么彼得不坐在一边等着看？因为神的作为要求人的全然参与。神的作为，神的神迹，神的启示，神的奇妙的作为，要求人的完全的参与。能力从哪里来？彼得有这个能力？彼得有何能力？没有，根本没有。但是他付出了他的一切所有，才有神的灵就立刻叫他的脚和他踝子骨健壮了，神迹就发生了。彼得摆上了自己，彼得给了他一切所有，然后神的灵就成就了神迹。所以我们从我们的角度，我们看得近，我们看得很明显，就是彼得这个人的，就是说他的作为，他的行为的一个界限，就是哪里结束了，然后神开始做。但是从有距离的，我们好像很难看出来，因为圣经里面的神迹似乎都是这样，都是这样。如果我们承认神迹、启示、能力、救恩、成长，全部都是神给的，完完全全百分百是神的作为。就连保罗说建立教会教你们信基督我是无能，就连亚波罗到你们当中教导你们教你们成长他也是无能，就连这么简单的事情教一个人有一点属灵的进步，亚波罗这么伟大的口才这么好的人他是无能，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亲眼见过耶稣 这么多的神迹奇事，但是他到他们当中要教几个人信耶稣他也是无能。他的知识那么多，他的口才那么好，但是他也是无能。彼得 更不可能就是叫这个生来是瘸腿的人行走，岂有此理，怎么可能啊，都不可能的事情，对吧？我们承认这一点，我们承认能力的 全源，生命的源头，进步突破能力的这个来历，百分百是上帝本身。但是反过来，我们承认如果保罗没有到他们那里传讲耶稣，没有神迹，没有人信，没有人会看。我们知道保罗无法使任何的一个人重生得救，没有任何能力使任何的人悔改，他再怎么火热呀，他的口才再怎么好，无法叫一个人进到天国里面，他完全是无能的。但是要是他没有到那里去做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人在哥林多信耶稣，一个都没有。亚波罗他的口才最好，再好，他的知识再渊博，他没有任何能力，是一个连一个人有任何属灵的进步、任何的成长都没有，都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他要是没有到他们当中教导他们，他们就没有成长。那到底是神为还是人为？答案是。是神为还是人为？是，答案就是是的，就是答案就是对。哪一个对？
我问是神为还是人为？是，听懂吗？还没听懂，你慢慢的摸，慢慢的摸想。摩西在那里红海的面前，我们已经承认了，当然是神的能力叫这个红海分为两半，不是吗？难道有什么别的能力吗？保罗吹一口气，然后就慢慢的，怎么可能，对吧？神的能力。但是你记得吗？摩西站在那里，神对他说，你在干嘛？你为什么向我哀求？你为什么向我哀求？你举杖，你伸杖，叫红海分为两半。摩西以为是在瞪着神，实际上神在瞪着摩西。那谁叫红海分开？那是摩西吗？那当然不是。但是事情没发生，不是因为神，而是因为摩西。神等摩西做他该做的，明白这个道理？就是说，摩西如果他没有尽他的本分，神就不做他可以做的，他愿意做的，他甚至答应做的，必须是摩西要完成他的任务，摩西要尽他的本分，然后，神就允许。彼得他们一模一样，彼得有的是信心，他有的是信心。他知道这个人要得医治，所以他就先叫那个人注意他，后来跟他说了那些话，后来就宣告，后来他把他扶起来，然后神就做工了。可能他开始说的时候，彼得的心里会有点紧张啊，然后他说：“我所有的我给你，是我真的有吗？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走。”那个人还没有动，一动不动。你的心里会感觉如何？问题是什么呢？他还没有尽他的本分，神还要他做一点。你可以说，他是好像要帮助神呢，不，他是付出他的一切，这就一个区别，啊。他把他扶起来，然后神就医治他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奇妙，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功课，关于神所做的。神的主权和我们的责任，神的主权和我们的责任。真的是非常奇妙。请注意，刚才我们提了耶利哥，对吧？耶利哥谁是这个城墙倒塌呢？他们都吹了一口气，当然没有神的作为。但是那个神迹怎么发生？要注意细节，这些细节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常常是读了没有注意到细节，就说哇，倒塌了，太奇妙了。哦，对，但是有一个叫什么？来龙去脉，有一个整个一个过程是什么呢？是首先他们每天要绕一圈。连续六天，最后第七天他们绕了七次，然后吹号，然后呢最后一次呢他们都大喊大叫，结果呢这个城墙倒塌了。如果他们没有做那些，我告诉你们，城墙不会倒塌的。难道是他们绕了七天，所以那个这个让那个土很松啊，然后慢慢的就那个城墙就靠着？怎么可能啊？这个是不是的？但是神的能力要下来，神的能力要运行，他要求他们做那些，
我们可以，他们如果坐在一边说，我神要做嘛，我们就不必做。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？神不会做，神不会做。能力是出于神，但是顺服是出于人。没有这个顺服，神没有给他的能力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这很重要的。我可以看到无数的例子，基甸他一个人能够打败这个敌军，很厉害，但是他必须要顺服所有的神的吩咐，他必须要做到就是说非常的全面，然后神就超自然的动工了，对吧？成就了他的美意。哇，真的是非常的奇妙。那个以利亚活下来是神是活从天上下来，这个是人没有这个能力了，但是前提是以利亚要做那一切，他要预备，他要挑战，他要说地点，他要说时间，他要说活动，他要盖这个坛，他要献这个祭，他要倒这个水，然后他要祷告，然后结果是什么呢？活下来了。所以活下来，如果你在旁边，你就说哇，这个人很厉害，他就讲了几句话活下来了，他明显是一个神人。不，你要明白这个他整个的这个过程，对，那个确实是神的作为，那个只有神能够做的，但是如果以利亚没有满足前面的要求的话，那个事情那一天是没有的。我们看到拉撒路他从死里复活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没有注意过谁挪开石头呢？耶稣叫门徒要挪开这个石头，有能力叫死人复活，他为什么不就说一句挪开，然后那个石头就滚开了？他叫他们挪开石头。如果他们说、哎、我们累了，对不起，我们今天没时间了，我们忙，明天考试，明天放假，明天要不知道。No， 耶稣吩咐他们，你挪开石头，他们就挪开这个石头。然后耶稣吩咐拉撒路出来，拉撒路就出来了。但是他依然是被被裹起来了，那个衣服什么的。谁松开了那些？耶稣说，你们要去拿掉这些东西。你叫他复活，你全部都不是那样做的。我叫你们做的你都要做，要不然我不帮你不做。那我你做不到的我做，你做得到的你做，你不做你不要期待我的帮助和能力。你记得他是那个水变成酒，这个是怎么变成的呢？这怎么是一个神迹？明明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神迹，他说都不说，可能他的想法里面，他的思想里面，他就不知道耶稣是怎么使这个水变成酒，但是他就说，常常是说，然后事情就发生。在这里他都没有吩咐说，这个水要变成酒。他叫他们去拿那些石缸，他叫他们倒满这些石，用水倒满这些石缸，然后叫他们把那个水那个盛出来，带到那个管筵席的人，然后他喝了，已经变成酒了。OK， 请问谁成就的神迹啊？神啊，借着耶稣啊。但是
没有他们的参与，没有这个神迹；没有他们的顺服，顺服这些细节，顺服这些原则，他的吩咐，他的这样说那样说，就没有神的能力。而且这个很奇妙，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久，变成久了，对吧？是在倒进去的时候，是在拿出来，是那个人合上，我们实在是无法看到人为和神为的这个人的结束，神的开始，我们看不清楚。但是我们知道原则，那个神迹是神给的，那个能力，那个事情，但是包装在人的一些作为里面，意思是那些人要是没有做那些，神就没有做他所做的。这是很奇妙的。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呢？那太多了，我们还不要跳到那个。这个答案，或者说这个怎么解读这个现象，我们先看这个历代志上，下，历代志下的十三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以色列跟犹大打起来了。所以当时犹大是有保持这个原来的纯正的信仰，然而这个以色列呢已经败坏到极点了，他们拜那个两个金牛犊，记得吗？但是应该是那个以色列王要打犹大王，所以他们都出来。结果呢，以色列的人多多的，那比他们多一半，然后呢，比他们多一倍，然后呢，这个亚撒王他就开始，面对这个仇敌。然后他在演讲的时候，这两个王面对面，他在演讲说，我们因为我们有这个纯正的做礼拜的，我们有遵守，我们的祭司们是亚伦的儿子的后裔啊，等等等等，你们反而是拜金牛犊和什么什么什么。然后呢，在这个时候，这个所谓的耶罗伯安呢，他就袭击他们，从后面。这个是很恐怖的，他们可能觉得啊，完了。但是我们跳到这个十四节，犹大人回头观看，见前后都有敌兵，就呼求耶和华，祭司也缺号。于是犹大人呐喊的时候，注意，犹大人呐喊的时候，神就是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。他们呐喊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，之前没有。他们呐喊的时候，神就开始。十六，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，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。亚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杀戮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有五十万，这个是非常的奇妙。十八节，那时以色列人被制服了，犹大人得胜，是因
倚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。所以这里呢有两个事情，为什么一个小的软弱的更软弱的这个犹大为什么能够胜过这个？第一，首先呢，他们的国家的这个经营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他们侍奉耶和华，他们遵守神的命令。然后呢，但是那个还不够，神在什么时候动工了？因为他们之前一直是很做义人，对吧？他们很正直，他们是按照神的要求这样那样什么都在做，但是他们还是被耶罗伯安围绕，还是被他袭击，可能面临这个死亡，但是最后一时刻他们呐喊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，结果呢，在那个时候神就运行了，能力是从神而来，但是全要求我们的配合，我们的参与，没有我们的参与的话呢，没有神的祝福。记得我们承认那个玛拿是神给的，但是注意，神没有把一顿饭端到他们的门前说你的饭好啊，每天早上有玛拿超自然的下来，但是他们必须要早起，他们自己必须要出去，他们必须要去收这个玛拿，然后自己煮成饭。玛拿是谁给的？神给的，超自然的。但是他们要享受这个神迹的这个益处的话呢，他们自己必须要起来，必须要去收，必须自己煮成饭。所以神迹是从神而来，但是这个顺服是从人而来，没有一个进路，没有一个捷径，没有一个扎兰提古斯。所以我们的回到原点，第一，能力、神迹、突破、成长、灵命的成长、教会的成长、福音的工作的发展，都是神给的能力，神给的祝福。如果神没有给他的祝福的话呢，全部都是突然的。所以有那个经文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如果没有神给他的祝福，他的能力都是枉然的，都是突然的，都是在浪费时间。但是神的要求，就是为了给他的能力，为了给他的祝福，是要求我们完全的配合、参与、顺服。如果我们没有做我们该做的、我们能做的、我们可以做的，我们还期待神做什么，就相当于摩西站在红海的前面，然后哦，帮我们，帮我们什么？我说呀，举杖神杖，你叫红海分开。哦，原来摩西要做，然后神才做，神等着摩西。不只是那时候，神等人不只是在那时候，神等人顺服为了他行神迹不只是那时候，不只有那一次。你们得不着，因为
不祈求。哦，原来神可以给，神愿意给，神要给，但是他等什么？等我们祈求。说白了，如果你等神拯救你，你觉得你没有得救，你等神，你认为你要神拯救你。如果你在等神拯救你，我告诉你，你会等到猴年马月。猴年马月，你会等到审判日，因为神不会救你的。神不会救你的。他已经告诉我们怎么做，我们便能够得救。如果我们不做我们该做的，他不救你，他不会拯救你，因为这个是在试探神。试探神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神已经预备好了，神已经告诉我们方法了，然后我们还在求神来做。这就相当于一个母亲，她花了一天的时间在煮饭，对吧？很辛苦，出了一把汗啊，站在那，哇，很辛苦的，买了最好吃的给孩子们，煮啊，煮成饭啊，已经放在桌子上，说，你们来吃吧。然后孩子说，我在等着你 煮好饭，妈妈你去煮饭好了，你去预备什么饭，什么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就当不存在，就当没有，而且我叫你到桌子这里来吃，根本自己有眼睛也可以看到，自己有鼻子也可以闻到，但是他就根本就闭上眼睛不看这个。第一，已经准备好了，第二，已经吩咐你，已经叫你来，你就是不来，然后你还要说，哦，妈妈，哦，我饿了，给我东西吃，什么？要打你这个坏孩子，我花了这么多时间，很辛苦的给你准备好了，还叫你来，你还说你饿了，你要吃饭啊，你等着我，你不来，然后你就叫我要给你预备什么东西，我已经预备好了。所以不知道能不能明白这个例子，但是意思就是说，救恩和救恩的方法神早预备好了，凡到我这里来，凡求告主名的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，凡相信并受洗。耶稣的吩咐很清楚的，他已经很清楚了，救恩预备好了，你不是在等神救你，而是神等你回应他的救恩。你如果没有做你能做的，你该做的，神教你做的，然后你还要祷告神救你，这个很危险，我怕是会引起神的审判，我怕是会这样做是会惹动神的愤怒，因为是在否认他的作为，是在否认他的吩咐，是在否认他的应许，是在否认 他已经成就，这个救恩的这个事实，他已经把天国带来了，他已经牺牲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重罪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来做我们的主，来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，然后他说来，然后他说悔改，然后他说信，然后说跟从我， 他告诉我们很具体怎么做，
然后我们就，如果说我们就等在一边说，主啊，你来救我，这个事你开始明白吗？这个有可能是不是很，我们可能以为这个会讨神的喜悦，但实际上这个可能会惹动神的愤怒，因为神的话语已经很清楚了，他的救恩这个应许已经是预备好了，然后他的呼召已经发出去了。就想到那个王的那个儿子结婚，然后他那个举办了那个宴席，对不对？那么结果是他邀请了很多人，他们都不来，他们忙这个忙那个什么的，那个王很愤怒，他们不来，无论什么原因不来，你知道有，你知道该来却不来，无论理由是什么呢，就是哦，我的儿子结婚，哦，我要去，我要试我的牛啊，什么我要看一个地，我刚刚买了地什么，无论是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啊，哦，但是我感觉不到神的爱，我感觉不到神的同在，我感觉不到什么，无论是什么冠冕堂皇的什么理由，这个都是会王是不开心的，这是肯定的。所以因为我们是在抵挡，我们是在不顺服他照我们做的，所以得救是现在，是今天。如果不是今天，那就说明是你不愿意按照神的方法，按照神的要求，你不愿意得救。我对不起，我必须要这么说，因为这是事实。救恩是现在，神的救恩是现在，凡到我这里来就必得恩，是现在立刻马上，他已经被牺牲了，他已经成为这个赎罪祭了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他已经差遣他的使徒们到世界各地去宣传福音，救恩预备好了，这个宴席谁愿意来都可以来，所以你要来你可以来，如果你说我想来但是我没法来，那个是不真的。也许你认为是真的，但是我告诉你是不真的，是你被迷惑了，是你被欺骗了，这个你要简单的回应神，你就简单的享受救恩。如果我们是在等着灵命的成长，等着灵命的成长，等着突破来，被动的等候，我们的成长永远不来，那一天永远不来。为什么？不是那样子的。我们承认成长是神给的，我们承认有保罗去他们才得救，有亚波罗去浇水他们才成长，但是生长是他们生长是神，但是他们必须要到那里，他们必须要去做那些，如果他们没有做的话，那神没有使他们成长。所以如果你要成长，如果你要突破，你要开始寻求神，这很简单的道理。要成长，但是无法成长，无法突破，这个很简单，你可以成长。就像你如果是一个农民，要种田，种那个地，你会耕耘那个地，你会准备你的种子，你会撒下你的种子，你会盖起来，你会浇水，你会，对吧？你会做这个种地的工作，然后呢，慢慢的那个种子会长出来，是你使那个种子长出来吗？你有什么能力是种子突然就变，然后又长啊，又长了一点呢？你是在释放什么能力，让这个事情发生？都不是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如果没有去
准备这个地，你如果没有去拿你的种子，你如果没有撒在地里面盖起来浇水等等等等，我告诉你，那个成长也没有，成长是不会有的。同样，我们期待别人得救，希望看到天国的扩展，我们坐在 一个角落里等着看，我们会等到猴年马月，不会来的，不会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不是那样做事情的，神不是那样做事情的。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去，我们要传福音，我们要用我们的所有的渠道来影响，来为福音的缘故做神的工。所以我要说清楚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很难，或者说是有什么问题，我必须要说的是，那是因为你的心是很悖逆的，那个是一种骄傲，就是百分百是出于一种肉体的根深蒂固的一种骄傲，找理由，很难，我不知道怎么做，或者说什么，我告诉你，我知道，我也是人，我知道这那个东西在你里面是百分之百是肉体，是骄傲，是罪恶，你必须要，你要得胜，你要胜过他，你要承认，要转离那个东西，不再找什么理由了，照着神的话语立刻行动，注意，照着神的话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。如果我说我要走到北极，我要哈，或者说我开飞机到北极啊，但是我开到那个南部方向，我能够开到北极吗？我想啊，我用我的，给你倒不了，你倒不了，你必须按照这个路线，你必须按照这个正确的方法，你用一个错误的方法，你永远到不了目的地。但是我很真诚，你再怎么真诚，你走错路也是会到错的地方，这个也是一个属灵的原则。如果说我们要侍奉神，我们要成长，如果说要得救，但是觉得哎呦，我不知道怎么得救法了，那你白听了多少年的道，你白读了圣经啊！如果这个最基本的道理还其实不是不明白，是不做，是不接受，然后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辩解，或者说什么，但是其实救恩就是现在成长，我们不是在等着什么，等着什么新的道理，这个就是新的道理啊，什么道理啊？你要经历神迹，那你要配合神，你要顺服他的话语，你要接受他的指示，他的吩咐，你要照着去做，然后你就必能够收割。那如果说到时候你没有收割，你不要觉得奇怪，你的地你都没有预备好，你都没有撒种子，你那是肯定，可能你觉得我之前已经撒过了很多，那我今年就不必哈，你等着瞧啊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，你再等一年，再等几年呢？你不知道你要重新的耕耘吗？还不知道你需要重新的那个拔草，重新的撒种子。你如果说你活到现在都是靠五年前的，太糟糕了。所以问题存在，对吧？灵命的问题存在，往往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原因。
那我们好好的思想一下，我们自己，我们目前，我们在什么情况下？像彼得那样吗？彼得到了极点，他付出到这个没有什么还能够做的了。如果那他扶那个人起来还不行走的话，恐怕这个神迹完蛋了。就是你彼得太没有面子了，对不对？那个耶稣的名也要受损，因为他说奉耶拿撒勒人，他还扶他起来。如果到了那个地步，那个人还没有能够行走的话呢，就太糟糕了，不是吗？那你做到这个地步了吗？你救恩的问题，你做到这个地步了吗？就是如果现在还不得救，如果现在还不突破，那我实在是太糟糕了。灵命成长也做到这个地步啊！如果做了这么多，付出这么多，我按照这个神的吩咐啊，各方面我付出到一个，如果现在还不成长，只怕我们没有做到这个地步，只怕我们走到一半然后半途而废，或者说做了一点点然后感到累了，看没有结果就放弃了，所以我们没有进步，所以我们没有前进，所以我们没有经历神的丰盛，所以我们没有见到神的神迹、神的启示。我们因为我们好像，或者说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付出那么多，或者说我们不愿意付出那么多，或者说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但是这个就是我的问号 ，OK， 就是你做到了没有？就像彼得讲，我们做到了没有？如果我们还没有做到，那我们就先不要说什么，我们也不能够再这么埋怨，我们也不能够好像就是说你不能够自怜嘛，因为说不定问题就是你自己完完全是自找的，无论什么关键，有可能完全是自找的，完全是你自己疏忽、自己忽略、自己不做。然后你就觉得哎呀神啊，你让我失望，是神让我们失望还是我们让神失望？我们必须要诚实地面对这些问题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我们永远卡住，我们永远不能够前进。如果我们要前进，我告诉各位，你必须要把你的十字架重新的扶起来，背在你的背上，然后开始前进。如果不肯这么做的话，恐怕接下来就是死路一条，没有什么前途了。你把十字架丢在一边了，好吧？可能你跌倒了，赶快过去把十字架拾起来，开始扛在你的肩上，然后开始前进，必能够见神迹，必能够经历神的丰盛、神的祝福和神的突破。这就是一个奥秘，人生的一个奥秘。神为和人为的交叉，分不开。神做事离不开人的参与，人的全然的顺服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诚实的来面对这个问题，然后可以重新的开始做，而且是带着很大的盼望，因为神是信实的，神是信实的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非常的渴慕看见你的作为，我们非常的渴慕看见你的神迹、你的启示。我们也非常的需要前进、进步、成长。我们需要不继续一直做孩童，我们需要成长。我求主你亲自教导我们，我们生命里面所忽略的是什么？你要我们怎么做？怎么回应你的声音？我也求主，今天你把所有得救的这些所谓的拦阻挪开，
用你的真道来砸碎人的无知和人的骄傲，人的这个自我啊，就是这个自我的这个尊严，就是自我老自我，这个老不死的这个自我。主啊，奉你的名，求你砸掉那个东西，那个可恶的自我，那个可恶的老我，那个可恶的肉体。主啊，求你使他自卑，求你使他自卑，因为凡自高必降为卑，凡自卑必升为高。所以主啊，你如果我们一直把自己自高自大在你的面前，你会使我们摔在地上。所以我请求你怜悯我们，千万不要自高自大。主啊，不要体贴我们那个尊严，那个老我，我们那个可恶的肉体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把它带到你的十字架上，把它钉在那里。主啊，好，让我们能够胜过肉体，胜过老我，胜过这个罪恶，还有他所有的冠冕堂皇的理由，为什么不顺服神，为什么不信福音，为什么不这样不那样，很多很多的很多的借口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缘故被宰了，被宰了，被杀了，流血了，舍命了，很痛苦的一个死亡，流了你的无辜的血，舍了你宝贵的生命。求主帮助我们来领受你的牺牲，让我们凭着信心做我们该做的来得着。玛拿是你给的，但是去取的是人取的。哈利路亚，救恩是你预备的，但是救恩是人去要的，是人去抓到的。成长是你所应许的，但是成长是我们要种地，我们要体贴圣灵，我们要读经祷告进食寻求神，我们要遵守这些属灵的纪律，我们要付出才有收入，才有收获。我求主帮助我们脱离任何的这个被动的一个思想，一个捆绑。我相信在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从死里复活的耶稣，活着，此时此刻活着，坐在神的右边的耶稣，我相信你有足够的能力拯救任何的人，所有人，任何的人，而且是现在。我也相信你有足够的能力饶恕我们，赦免我们，以及修复我们，恢复我们，使我们重新的上正轨，开始前进成长。我相信是你的旨意，我相信是你愿意这么做，我相信是现在，我相信是你等着我们回应，我相信是此时此刻你在等着我们回应你的呼召，回应你的声音。我祷告祈求主，让我们该回应都要回应，而且是立刻回应，不要错过一个机会。耶稣走过一个地方，他明天不在那里了，如果不是现在伸出你的手得着，明天没有机会了。主啊，但愿你的灵感动每个人，知道他们该怎么做。但愿此时此刻主啊，你的灵感动各位，你的灵触动我们每一个人，你的灵开我们的心眼，你的灵主啊柔软我们刚硬的心，主啊你的灵柔软我们这个顽固的意志，你的灵主啊破碎我们这个老坚持自己的那一套的那个刚硬的意志。主啊，但愿你的灵此时此刻你柔软柔软柔软，好让我们能够回应，好让我们能够顺服，好让我们能够得着。
免得我们错过了神，免得我们错过了丰盛，免得我们甚至错过了永生。